家好，我是营口激情暴走小伙，我叫崔汪洋，今年26岁，是一名蓝领，目前从事工作是化工工作。我特愿意暴走，锻炼身体时在公园里暴走，这样可以让我心潮澎湃，走得越快，才不会注意到身旁经过那些情侣。累不累？想想革命，老前辈。苦不苦？想想长征25000。你们俩说的对，我要向你们学习，前进。其实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停下暴走，而是跟你手牵手漫步在公园里甜蜜的散步走。吉林的山美水美，全程热恋的舞台上，吉林的大姑娘更美。8号可心大长腿，9号胤祉那身材，就明显能感觉到长春的美女比俺们辽宁的美女要多呀。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领个吉林的媳妇儿回去，我还有我激情的吹式幽默，那就是给你讲笑话，保证不开心的人哈哈大笑，开心的人痛哭流涕，这招只有我能有哦。哎，你太有意思了。我爱好旅游，明年我打算考个导游证，我要做一个有激情的导游，而且我一定要做一个有良知的好导游，一定不会把你们往商场里领，到时候我要开辟一条全国绝无仅有的线路，那就是辽宁营口到全城热恋的线路，承诺保证你们看到美丽的吉林大姑娘。游客同志们，前面是这人民公园最大的人工湖。呀，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这人呢？哎呀，导游你慢点，你节奏太快了，你看后面都没有人了。我就是这样有激情的营口小伙，台上女嘉宾，你愿意跟我到营口来吗？来，电话塔晶。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男嘉宾，男嘉宾就是口口声声短片里边说了至少得有3句说我们吉林的小姑娘美，然后我也想问一下那个14号四喜姐姐，身为一个辽宁的女孩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就老不乐意了啊，小伙。好想你说你营口来的，你说辽宁也挺大，你说怎么就非得上吉林来找呢？辽宁小伙儿不，辽宁姑娘差的，你就给我气的，就说都不会话了。您别误会啊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全程热恋的舞台上，你不也是来到吉林来了吗？你想不想找个吉林的优秀的？我是想找个优秀的，但是不管他是哪的呀，他是黑龙江的也行，我也乐意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都是东北的呀？啊，对，是对呀、啊，但是你怎么强调吉林的更美，吉林的更美，辽宁差哪？差哪？辽宁不差，只要是东北女孩，我认为都是美，对不对？那个思琪，你别生气，管咋地，小伙第一跟你老乡，第二跟你这爱好还相同。我领思琪上超市，基本上看着东西也都抱走。